日前，第五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昆明站暨首届彩云杯两岸慢投垒球精英赛在昆明举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台北、澎湖、金门、厦门等地的18支球队参赛，参赛队员500多名。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自2017年举办首届比赛以来，共有两岸200多支队伍，共计5000多名运动员参与，已经成为海峡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